大家好，我是主播田小田。那么今天呢，为大家录制一个神曲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《又见茉莉花》。如果大家喜欢呢，一定要记得帮我多多的点赞、评论还有转发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你现在还好吗？能不能说说心里话？是不是有些不如意？说出来好吗？你现在还好吗？我真的一直好牵挂，虽然也有你的消息，心却放不下。你总说现在过得很好，可你脸上明明写着烦恼。你也说想起从前就心跳，一起去采茉莉花，时光多美好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